关主好。一起说。重来一次。关主好。好，开始。台湾的蛙类共有32种，分属于5科：蟾蜍科、树蟾科、虾口蛙科、齿蛙科及树蛙科。首先，我要介绍的是蟾蜍科的长骨蟾蜍。它们身体背面都会有大大小小凸起的叠叠的有我是在背课文记得有黑框跟盘骨。它的眼睛后面有你要拍广角的，后面拍一点，然后再拍近拍。由汗后耳腺能分泌出白色的精液，具有御敌的功能。第二个我要介绍的是赤蛙科的成员拉都西氏赤蛙。拉都西氏赤蛙两背则有粗厚明显，又称阔舌蛙。阔舌蛙背部皮肤粗糙，为红灼色，负责有大黑斑。专心一点啊！我要介绍的是。也是赤蛙科的成员，长角赤蛙背部红褐色、着色、黑褐色，两眼间有不明显的黑色横带，背部有一个八字，背则细长明背，且负责散布一些深着色的小斑点。请问我们学校附近可以找得到什么青蛙？树蛙、蟾蜍、长角树蛙。要写。我再写了。盘古蟾蜍、树蛙。我再写了。三个。